说第二，相信不会有人敢称第一。啊、我为什么要提示这一句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因为那个布置有错别。你不要他师长，你不要管人家。他眼睛比较不好，他想跟你握个手，但可以啊。但现在很多人在追 Sandy 姐姐，哦、你应该是打枪的。哦，怎么那么直接的表白？你才一年级就理想型了、欸。全世界没有人敢在我爸面前这样跟我表白，你好勇敢哦！可以，握手。你好。等一下，你刚跟我握手都没有擦手，跟他姐姐握手都还擦手汗。姐姐的手真贵呀、啊。Okay, okay. 对呀、啊，你的这种姐姐，姐姐那个为了要感谢你，今天也特别喜欢她，因为她是我的超粉嘛。是。她特别喜欢 Sandy 姐姐，然后姐姐最近有代言一个东西，她送给你，就是雷戴斯的内衣，果来清真水，对，让你随时都能够端一端，看你要。住嘴。原味。他学我，他学我、哦、我是他的那个 role model。 天哪，那你要选更好的。我就是更好的。你可以选卖相好的，像我这种的。你就选一个石头，然后看下来更好石头在这。对、啊、可能更好的。是一颗石头啦，冥顽不灵。捡贝壳啦，捡贝壳概念。好不好，他叫圣哲。有圣哲，我们给他鼓励。